你干什么呀？你放我下来呀！这学校幼儿园保安巡逻，你知道你有多矮吗？我哪里矮？我1米62。说实话。好，1米6，1米6。1米6怎么了？我碍着你了？碍着我？我碍着什么了？ 见你好不好？听，哎呀，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。有什么好事发生？你说呀。你不说，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小时候认识你就闷闷的，那些野孩子都说你是恶鬼附体。真没什么好事，我就是觉得下了班，走到一个地方能够见到你，跟做梦一样。 很会说情话啊！老实说，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？当然没有。那比较好的女生朋友呢？有。有一个，是我大学的一个同学，她也是厦门人。刚开始因为是老乡，所以说比较亲切，后来就成了朋友。她帮了我很多。帮你？有的时候上课帮我点名。 有的时候，小组作业他也帮我找资料。你跟我说说你大学的事情呗，我都不知道。但你有很多事情，我都知道。我大学的时候没有谈男朋友。我又不是说这个事情。你大学门口那个麻辣烫摊子还在吧？对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齐明月。还有，你不是在大学里种棵树吗？现在都长大了吧？ 你怕不是棵神仙？走吧。哇塞，都长这么高了，你都7岁了，你不是小宝宝了。你的树怎么变成学院树了？嘿嘿，你看周围的这些树，都是我大一的时候同一批种下的，就我这棵树长得最好、最茂密。 我们学校有个传统，同一批种下的树，只要长得最好的那棵，就说明它有精神、气韵好。所以大家就会把它当做是学生啦。我只知道你会照顾人，没想到你把树也照顾这么好。是树苗本来就好，小时候爸教过我挑过树苗。春秋施肥，不下雨了还会来浇水。清月说，你把这棵树当成儿子照顾。哎呀。 太喜欢树了。他活着的时候很安静。有一天，他要是死了，变成了木头，我想要把它雕成一颗永远都不会死的树。哦，你要完成一场漫长的与时间有关的行为艺术。可以这么说。你在干什么？ 看到许愿树，当然要许愿。你以前不这样啊，那会儿我们看流星雨的时候，小哥许愿你还嫌他幼稚呢。人越大，会变得越迷信，你不是吗？我不是，我从小就迷信啊。这么朴素啊。
你以为会写爱情地久天长？那个就不是朴素了，那是老土。咦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把我吓了呀！这学校要是还有保安巡逻，你知道你有多爱吗？我哪里矮？我一米六二。说实话。好，好，好，一米六，一米六。你怎么了？我爱着你了。爱着我？我爱着你什么了？ <音>生气啊？下次可闹我了。你嫌我矮？不是嫌你矮，我就是觉得你个子都那么矮了，得我颈椎不好。好，那下次你跪着跟我说话，换我颈椎不好。好，我可以给你跪一次。等我买好戒指。 别，我们现在刚在一起没几天呢，你不要说这么严重的事情。说点轻松的，这儿的小菜炒的还不错哈。秦明月最喜欢吃了，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学校，但是我们聚会都是来这儿的。味道不错，价格也便宜。是不是？以后带小哥也来。 以后你们兄妹之间相处，应该保持点距离。知道。哥，以后我们在小哥面前，我们也保持一点距离。为什么？我怕他一时之间不好接受。 他不接受就不接受，他自己消化。不能这么狠心。还是你要重新选，选他。你怎么跟个刺猬似的？你可怜我就可怜到底，不要看到别人更可怜就转头可怜别人，行吗？什么叫可怜啊？你到底看不起谁？ 难道没有一点可怜我吗？